同学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95节。为人清直，马行清净。这注解里对几句话，我念一遍，大家听。书文字立心行己，要动行己在我家，必须正直无瑕，所谓第一。亦心未定的，你但以非人为的，这良心以丧啊，我的为之的呀。像正直之人，心必中和，动言直言，疏人地界，要在行有无，理言不足，所谓低调。比非人者，无人之名，会计之怒，你乃至为敌多，既不可同可分啊。如诸佛聪明清察，以君有数者，何其其人者也。咱来先看这段，这是咱真侪人啊，特别是现代人，常常犯的大病。诽谤别人，别人有故事，一定要将伊的故事加重，要加偌济倍。无故事，也要将这个故事要加在的人身上，这是家己啊，称为正直。咱来看古德啊，教导咱呢。较早读书名利的人，今仔日咱讲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啊，德行学问，在书君子之上，这件代志啊，印光大师啊，常常责怪顺治皇帝，将考试制度废弃了，所以佛门的素质啊，一落千丈啊。啊，讲伫古代迄种制度下面，咱这人想要出家啊，无资格啊！你考试未及格，通未过啊！所以出家人，你甲看经典内面所赞叹的天人师啊，你唔那是人间的师范，也过是欲盖天色盖天天人的书幻，为什么呢？正直无瑕，所以得到天地鬼神社会大众的尊敬。你的心真诚，你的言辞正直啊。如果家己心不直，心邪曲，你有什么资格责备别人呢？你家看古铁技术一百岁了，唔爱发脾气，唔爱责备人啊。甲人袂当相处，我倒转来自责。啊，我家己做了无好，互别人嫌弃咯。咱听着伊的话，一生
未记别人的故事，未记别人的恶言恶行。一生心肝内只记着别人的好处善处，你就想看卖这个心偌善良呢？因为偌善良呢，所以人以一百空一岁，精神体力，三四十岁人同款啦。王叔看到了朱檀不如啊，伊才四十几岁，朱檀不如是无够啊，爱努力学习啊，爱向伊学习，也过会富啊。我常常伫讲说的当中讲啊，你二十岁学，你永远是二十岁。你三十岁学，你永远是三十岁。你啊，四十岁学，你永远是四十岁。你啊，真正肯学啊！那讲家己心地邪曲，心不正直，你以诽谤别人。因为讲表现伫外面，以为我真正直。即内面讲，你的良心已经丧尽咯。你做作极重的罪孽咯，你古不伫阿鼻地狱啊？佛经内面讲的不爱说地狱，高山地狱啊。油耗地角啊，这路油顶啊，这拢是这种罪孽所感召的果报啊。地角内面的果报，唔是阎王，这地的，是你家己啊，恶心恶行变现出来境界，自作自受啊。这个所在讲得真好，正直之人心必中和啊，和道啊。现在心地中和的人少了，中是什么呢？中是真正啊，一丝毫都无偏，一丝毫都无邪，这叫做中啊。中实在讲都是行啊，行就是中，中就是行啊。啊，你心内有邪曲，有偏邪，你就啊不中，你也不行了，你的言行。自然轻薄啊，哦，中就无咯。当言则言，言语爱思考，论语的内面有讲咯，三思而行。想要开嘴讲话，大声啊想看麦，这话是不是应当爱讲？是毋是应该讲？我的塑料法内面教咱的爱语，爱语是什么意思呢？绝对是爱护对方啊！爱语毋是讲好听的言语。不是菩萨八戒的言语，是爱护众生的言语啊！贵国宽限啊，那是真正爱语，互人会当解。你言语的点够就好咯，
所以言语爱的行有无理言不足，你耐心进行，帮助别人改过自新啊，真诚心成就别人，你的心有无言点到为止啊，这会通感人，这个是对的。诽谤人的呢，侮辱人的呢，甲人骂呢，家己啊啊，这个所在讲啊真好，会计真咯，家己骂人真正爽快，认为这个是得到，一直咧讲啊，可痛可恨啊。老子这句话讲啊真好。聪明清察，你君如数家何其其邻家呀，聪明清察是佛家讲的世地变聪啊。清察是什么呢？窥察别人的故事，爱去探听别人的故事，爱收集别人的故事，爱听别人的故事，这种人是君如世家，袂好死的啊！听主讲咯，君子人当有有故中求无故啊。不当有无过中啊，就有过啊。你这句当欢喜，怎样对人呢？怎样对家己呢？对待别人，爱在别人有故事当中去观察伊的无故事，也就是讲观察伊的好处。对家己拄啊好颠倒病，伫家己无故事内面细心啊检点，将家己的故事找出来。背后这个结果好啊！世间之人口业无穷，故太上再三严戒呀。佛经嘛是安尼啊，第一句话先好口业，不记他故。大工做作罪业，尤其是一个出家人，出家人做罪业比在家人爱重十倍啊！你若问我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穿这件衫，这个形象，你是代表佛菩萨的。你做罪业就是侮辱佛菩萨。佛经里面常讲啊，诽谤佛法，破佛合经啊，你将佛教形象破坏了。和社会真正多大众看到你的行为，唔敢有佛咯。有时因也谤佛、谤法、谤经，因为什么谤呢？因为看到你这款的这诽谤，这拢是你的故事，拢是你的罪业啊。所以古波提阿弥陀佛。想要出头，那就太难太难了。注意下当去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去看这个《地藏十轮经》。弥勒菩萨所闻经里面有详细说明啊。
所以我看到这些人大大妄为啊，真正好大，唔惊对地家，唔惊地家苦，敢做罪业。咱来知影境界呀、啊。第二句是马心清净，马心清净。这注解内面，我来念一下：聪明净的这位神。神这意思本意什么？聪明正直讲了好啊，但是本意呢？咱看神这里的写法，伊的道柄是虚的。是的是什么意思？顶面啊，一点一环，这是古早时阵真理啊，叫做上理，上天呐、啊。下面这个有三条，这是水上，用咱今仔话来讲是自然现象。古人讲了，上天水上。啊，这边是心，心是什么？通达的意思啊。用咱现在最简单的话来讲，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就叫心啦。多一个人会通达宇宙人生真相，咱就称伊做心性。性嘛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神这个意思，这字是回忆，让你看到这个字的形象啊，体会伊的意思。一切通达明了，这款的人，君子所动敬畏啊。读书人、知识分子对这种人，哪会讲袂尊敬？有学问，有道德。哪有无契丹之小人？诸位正地无暇，可以屈服鬼神。这是小人啊，不相信有鬼神啊。认为家己真了不起啊，会当降服伊这鬼神咯，不知其心思之谜，鬼神早已开破咯。你起心动念，鬼神老早就看破咯，早就看穿咯。你伫遐咧做罪业，果报伫这世间，特别是伫现在。报得太紧咯。诸位只要细心去观察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你甲看做作罪业的人，啊，是讲诸位看到天目山这技术的报告，你看伊。经营这个道场，无几年，才四年外，较无五年啊。加命，佫
古堡的书籍太多了，算不尽啦。咱今仔日做做一寡作业，咱像古堡无现前，这是经常讲的，这是靠你过去生中所修的一点福德。你这点福报也未享完啊，但你福报享完，福报啊就现前了。迄个时阵后悔都未赴咯。人爱名利啊，人过去生中修的福，做罪业唔免惊。你要有福，不好你啊！我唔敢。我伫少年的时阵，偌侪看相啊、算命，甲我算命，我真是无修福。所以少年的时阵，过个非常艰苦的日子啊！我学佛，我真侪同修知影。我度过15年非常艰难的生活。嘛有一寡出家朋友看见我伫台中过迄种个生活，看到拢摇头啊，任何人拢袂当忍受啊。我无福报啊，真是无修啊。现在到晚年咯，大家看到我生活袂歹，是我这一生学佛以后，才知影通修福啊。所以我是现世修现世报啊，您所看到的啊，您是靠过去生中的有福啊。您若是肯修福，您的晚年绝对超过我太多太多了。人为什么唔知影通修福呢？你去做作业。太上啊，甲咱讲个啊，文昌帝君吟诗文内面甲咱讲个，孤条三尺有神明啊，好甲咱讲个啊，有两个神，一生地难未离开个，一个叫做东升，一个叫做东明，这两个神。住在咱身体内底，形影不离啊！咱做善做恶，这两个神立刻就去天顶去报告了。咱起心动念，甚至讲家己也唔知影，已经知影了。人唔通讲无存善心。我一生自己修学劝别人，尊心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落实伫生活当中，落实伫工作内面，落实伫个应酬、处事待人接物。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，我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的心对伊。伊搁较歹，我嘛袂记伊的恶啊。我总是想人的好处啊。人对我有一天的好处。一小时的好处，一个微细的好处，我拢会记在心内，感恩戴德啊！伊对我怎样的害处，诽谤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拢总袂记得咯。
就家己完完真实的善心，和家己一生生生世世永远生活在善的境界里面。咱甲佛菩萨有，咱甲圣贤有，有啥物呢？就是这个啊。在这世间一生一世，咱认真努力学习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。远离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和家己的烦恼袂起来啊！咱的这个修学就有成就了。但是逐天也是起烦恼。那刚也是会看到别人唔对的所在啊，唔对的所在啊，啊，咱就错咯。咱就无成佛咯，无成菩萨咯。净宗学会成立，还为着勉励同修的修学。提出修学的五个功能，各种无量寿经顶面佛陀重要教诲，揭露了六十几条，将发起菩萨殊胜智奥经内面的教训揭露了四十几条，印作一本册啊。净宗同学修行修结，这本册是属于行经啊。咱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唔通违背，啊，咱就真正的学佛咯。咱发愿求生净土，一定往生。这本册印真多。文化个真快，可是有几个人啊认真修学呢？有几个人认真逐工啊，甲伊看一遍啊，甲伊提来反省反省，一条一条来反省，我是毋是做够？现在台北三中廖技师因遐个同仁用百句偈反省。大家反省这世间的好人啊，咱来用净宗修持，大家一条一条反省，你就是真正学佛了，你是如来第一弟子啊！诸佛护念，龙天显神拥护，哪讲是有违背咯？你是魔祖魔孙啊！你是来破佛法的啊！你是魔王婆孙派来啊，来破佛法呢？破佛法无好处啊，死了后必对阿鼻地狱啊！啊，今仔时间到，咱就讲到这地。